来，把咱的歌曲是《拥抱》以及《宝贝》。咱的英雄热烈的掌声，欢迎王振宇同学。So
来这么精彩的表演。而且大家都非常文艺气息呢。那是当然的啊！透过参加学会所举办的每项活动，大家拢将学会所推行的文化、教育、和平三大理念，拢是伫咱生活中的。系啊，尤其今年是学会创立80周年，学会自年初开始就以我的创立80周年为目标，举办各项真有意义的活动哦。是啊，并会员大家不断的真心对话，甲实际行动当中，也有真侪感动人的成果哦。继续，咱就透过影片来开到今年的丰硕成果吧。请看。